由今日美国报旅游版所举办涵盖全美的民意调查显示，最受美国民众最喜爱的赌场度假村排名，由南加州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一举击败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等地，荣登第一名的宝座。大庄家市场营销部副总裁托瑞斯里表示，能够拿下全美第一，他们感到很高兴与光荣。除了感谢顾客的热情投票外，也对整个大庄家部落族人持久的毅力表达充分肯定。那么这次呢，继2014年起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展开2亿8500万美元的扩建计划后，又有一项傲视同业的杰出成就了。